赶紧把茵茵放到笼子里去洗手吃饭了啊。妈，白兰姐姐什么时候来？快了。给我放下。白兰姐姐说五月要去法国，应该这几天就到上海了。哦，仲甫，我忘了跟你说，我从北京回来的时候，刘海威跟我说他要和白兰在一起了，说是这次他们俩要一起去法国。我知道，好事儿。海威出国，还是我找蔡先生帮的忙。他们俩要真是能在一起，我们对白兰也就放心了。先生，师傅，师爷，姊妹，兄弟，嗯，我给您带来两位熟人。谁呀？快进来。哎呦，仲先生好，夫人好，夫人好，你们好。于秀松，石存统。哎呦，太好了，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啊！哎。俊曼，赶紧多添几个菜，今天我们要多喝两杯。好，好，好，没问题。哎，你们客厅坐吧。来来来，行，先生。嗯，我们这次从北京赶过来，特意投奔你。现在信息评论那边帮忙。你俩先吃包子啊。快坐，坐，坐，坐。哎呀，太好了，我们现在正需要人手啊。我们正在筹备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现在身边能帮忙的就是陈望道和李汉俊。过一段时间，誓言也该出国了，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啊！我们俩这次来啊，本身就是想帮着先生一起做工人运动的，所以一切听您调遣。嗯，这个工人运动呢，是我们今后工作的一个重点。我们这一期的《新青年》，也是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专刊。但是当务之急还不是这个，当务之急是筹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来领导工人运动。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听首长先生也说起过这个事情啊。首长在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且开展了有效的工作。这个南方的这种条件比北方好啊，我们不能落后啊。哎，汪总，正好，我给你们介绍一位新同志，这是我的助手，陈望道先生。陈先生，陈先生，你们二位也在啊？哎，你们认识？啊，认识。我们算是星期评论的同仁。哎呦，那太好了！望道，什么事儿？先生，《共产党宣言》我已经全部翻译好了，请先生校验。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望道，你为中国革命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相信历史不会忘记你。太好了，先生，今天晚上我就在您这熬个通宵，先睹为快了。遗憾得很，你出国之前印不出来，要不然带到法国，这延年巧年能看到该多好。没事，他们在那边可以看法文版的。先生，还有一件事情，说。没关系，都是自己的同志，但说无妨。共产国际代表维京斯基已经抵达上海，他们带来李大钊先生给您的引荐信。希望能够尽快见到你。他会说中国话吗？他们带来一个翻译，中国人，叫杨明斋，是俄共党员。这件事情很重要，明天安排见面。这位是维京斯基，达瓦里什陈独秀。这次是见面，就是。跟他讲，按中国的习俗来。大概在维京诺巴给大爷。达瓦西和杰布不是那么 lucky。嗯，这个可以。товарищ Чен Дэсяо, я слышал, что вы не очень любите китайскую традицию. 我听说陈独秀先生不是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瞎说，那是讹传。我拜读《学思路》和。我八岁随祖父熟读四书五经，十八岁中得院士秀才第一名。自信地说，中国的文化传统已经烂熟于心，挥之不去了。Сама прекрасно знаю традиционные традиции. Я вам спросить, что вы думаете по поводу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Я вам спросить, что вы думаете по поводу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Я вам спросить, что вы думаете по поводу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Я вам спросить, что вы думаете по поводу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Я вам спросить, что вы думаете по поводу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Я вам спросить, что вы думаете по поводу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Я вам спросить, что вы думаете по поводу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Примеры для Китая революции. Здорово.
我们 Nasfei Makers 有很多共同点。啊，那太好了，那我们有很多共同点了。У меня кое-что для вас есть. 嗯，有样东西给您看一下。嗯。Разрешите вручить вам. Хуаньяни. 维京斯基同志。Добро пожаловать, товарищи Вирджинский. 坐。Я как член Коминтерна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бюро был направлен. 我是俄共远东局的成员，这次受西伯利亚东方民主分部的派遣来到中国。Был направлен в Китай, чтобы установить связь с нашими китайскими товарищами. 这次来中国，希望能接触中国信仰共产主义的同志，讨论建立党组织的可能性。我听说陈独秀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和群众运动的领袖，请您给我们提供帮助。早在今年二月，我就和李大钊同志已经就在中国建党的问题达成了共识。之后呢？ 又实质性地做了一些准备工作，比如北京大学的马克思学说的研究会和即将在上海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都是这一类组织。嗯，我们现在呢正在抓紧建党，同时呢也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和俄共中央的支持和帮助。 Здорово, товарищ Чан-Дачао. Разрешите вас обнять. 太好了，我们拥抱一下吧。很抱歉，维京斯基同志。拥抱，在中国的传统中是合体的意思。之后呢，要成立的中国党和俄国党可以结盟，但不可以合体。 Но никогда не можем быть в одной целом. 中国有个传统叫亲兄弟明算账，你是你，我是我，什么时候都不能把自己弄没有了。所以，我们还是握手吧。 各位工友，这马上就五一劳动节了。 这是我们自己的节日，我们新青年杂志社要出版《劳动节纪念号》专刊，不仅要发表文章，还要发表我们工友们自己的主张和要求。今天呢，我们这堂夜校课主要有两个内容：第一，是我们新青年编辑陈望道同志来做一次演讲；第二，希望大家对这一期的专刊。 提出意见和要求，好，现在就请陈望道同志来做演讲。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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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的最有用、最贵重。我以为他们说错了，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我们吃的粮食是那种田的人做的，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人做的。我们穿的衣服是裁缝做的，也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人做的。我们住的房屋是木匠、瓦匠、小工做的，更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人做的。